Hello， 各位咪咪帮和 Hito Radio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宇中，今天来挑战20题的快问快答，相信我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回答完毕。林宇中之快问快答，计时开始 ，Let's go。林宇中不能做的三件事情是：干物女又称什么女？宅女。干物女、豪放女、不男不女，你最爱哪一种？干物女。请说出两个你认识的艺人朋友里面最符合干物女条件的人。时间到，你说出三个你不想出门的原因。懒惰，很远，没有钱。如果和干物女在家待一整天，你最想跟她做什么事情？打电动。提到干物女，你会想到哪三件事情？泡面、零食、电视。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，你最想对干物女说的一句话是？赶快到外面去淋雨吧。以下三位，哪一个是日剧《干物女之恋》的女主角名字？一、雨宫莹；二、草莓牛奶；三、百鸟栗子。草莓牛奶。如果你喜欢的女生恰好是个不折不扣的干物女，你要用什么方式让她疯狂的爱上你？把她绑起来，然后把她绑在轮椅上面，把她推出去。请举例出三项吃维他命 C 的好处：恢复元气、加强抵抗力，可以让你长得更漂亮。请问林宇中和林俊杰谁比较有女人缘？林俊杰。私底下你和林俊杰最想抢什么东西？抢浴室。从今天你踏出门开始算起，你所到的第六个地点是什么地方？天堂。火圈的狮子、空中飞猴、踩大球的大象，这三个马戏团的职业你最想从事哪一项？大象。抢菇、抢玫瑰、抢救雷恩大兵，哪一个是抢到抢也抢不走的？抢救雷恩大兵。台湾的计程车一开始的跳表价钱是7块。70块。7块。请说出瓶盖的三个作用。丢人、压死蚂蚁、玩弹珠。接下来是动作题，要请你唱着你的新歌远远，并且远远的做视力测验。我只靠离你远远，却已伤害你偏偏。干物也一样，干物世界。干物，我可以近一点。干物野生，干牵他也易，牵他也易，牵他也平，牵他也生。哇，好难哦，是蚂蚁字吗？最后一题是，请你现在对着镜头深情的唱一首让干物女走出家门的歌曲。窗外依然有蓝天，可以吗？我来为你吹唱，抬头满天晃亮，周围的凉爽。我弹弹唱一首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我来为你吹唱，帮着你去星光，天黑看月光。我爱你，刀火赴汤，问你瞬间开朗。我来为你吹唱，吹到满街荒凉，周围的凉爽。我弹弹唱。